主持人长老法师，各位代表，大家好！又果是新的一年，在这先向各位来拜年，祝大家吉祥如意，事事拢顺心。这几年来，世界无啥平静，好佳哉！不管世界安怎变动，因为咱有佛陀慈悲的加持，佛法教导咱爱随缘，爱尊重每一个生命，加一点仔包容，加体谅别人。多付出一份关怀，让人间处处都有爱，爱的力量就可以让我们生出勇气和智慧，走出困境，影响未来。去年我把栽培很久的牛樟菇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使用，使用过的人反应都很好，有这么好的东西可以来照顾大家，我也感觉很欢喜。新的一年祝福大家财旺兴隆，万事都如意，事事都顺心，阿弥陀佛。